谁说不行的？可以啊，刚刚又可以啊，刚刚一直都行啊，刚刚停掉了，一直都行啊，刚刚停掉了，我刚有按了，我都没按到，我一拿钱就可以了。你前面那红灯没有亮吗？有亮，我现在有亮。我一拿钱就行啊，我一都可以啊。刚刚打一声啊，都可以啊，声音关起来比较省电。没有，一直都可以，我拿起来就行了。你顺手啊？没有啊，我也没干。哎，我们这吴先生说，你要不要出来作证一下？就是说有人拿女孩子的身份证，男孩子的身份证，女孩子拿着证。哦，你没有看到？你这听到就对了。哦，好了好了，好，好吗？那不要紧，不要紧。那这个也是传闻了喽。那你？所以先生，我想请问，就是你当天是在那边看到开票结束？对，开票结束。那就是你跟我说过，我跟你问的问题情形都有发生，对。所以有说是废票当有效票，对，出现。就是说他盖两个章，还是算一号的票？那两个章，那个在中选会，这是中选会没有交，他有规，就后来报纸上有登，这样是有效票，没错。那有效票变无效票的情况呢？无效票，嗯，就有效。譬如说，原本是投给盖印章的啊，他有盖印章的也是算一号。盖记也是一张，对，四张的、啊。盖在选票上，这样也是有效票。对啊，哦，就是、那有几张？你确定？啊，一两张的样子。一两张。对对对，因为这中间我还有出去接电话，嗯，所以我那段时间我因为有书记在，我就没有那个。那当场的监票人都没有人有反应？没有啊，连包括就是说有一个。国民党呢派在里面，那他是说国民党的啦，但是我看应该不是的，不像。嗯。哦，用私章盖在选票上，竟然是有效票。他是投给谁？嗯，投给一号。投给一号。对。哦啊，还有就是说两个章子盖在线上，他也算一号。章子盖在。就是我们在那盖那个投票的那个。嗯，沿街那个戳，戳两个，对，戳在那个线上面，他也是把它算一号。好，再继续。那有唱票，譬如说唱二号，然后唱一次。唱一号，对。二号，然后他比如说是二号票，他把它唱一号。有这样子，那你有你站上现场看，为什么你没有制止他？有，我有跟他制止啊，还有记错啊。他比如说我今天，因为我一个人而已，一号记二啊，我一个人不可能够完全都看到那个形象啦，因为今天我。比如说我看到你在记的时候，因为我是这样唱完了，我就顺便看你有没有记。是啊，他们中间有多写啦，啊，说你怎么多写？是，他们就好，等一下再来补，再补一张。他要补吗？他有啊。那当天的那个你有跟当天的选务人员有起争执吗？就是有一些就是口头上的，就是说那个啦。他应该他们都知道现场的那几个工作人员，包括那个当。现场的警察他也是听到我是那当天现场那个跟你一起争执让你印象最深刻或他对你印象最深刻的那个主任委员啊主任委员他的大概是男生女生女生大概几岁他说30多岁吧30多岁女生那他跟你争执那你感觉起来好像是他偏袒他也跟我讲说你去看外面那个公告他就这样跟我讲你知道他叫什么名字啊不知道他是民进党，应该是啦，应该都是民进党。而且他今天我跟你讲，他一进去哦，就是在开完票，我们都他桌子，一般来讲是桌子要在前面嘛，是，结果他又在门边这样子用斜角的，那是不是很昏迷？就是让我们看不到那个他的开票的状况嘛，对的，因为他票箱跟我们人的那个距离蛮远的啦，嗯，啊，他跟那个唱票的，然后有时候就会用人体去遮。去挡住那个机票、哦，是不是背对的拿起来？没有，他是正对我们这样子，这样看。那他身体有没有挡住票的形的？就机票啦，那我就跟他讲，你不要挡到我机票，我看不到，我就这样跟他讲。我有跟选票没有被挡住过，就对了。是他没有用身体挡住选票过，有啦，他因为他们两个在整理嘛，那都民进党在整理中间，怎么都一叠都一号的，那就是有问题啦。哦，对，没错，对不对？你应该是。整个拿起来的话，你直接抠就好了嘛，不用说在那边整理，他们都在那边整理，就是做票嘛。所有的情形大部分都是这样。对，就这样那还有就是有机票跟唱票不符嘛，印章变手印。那印章变手印就是在投票人名册上面。对。那你也有确定有看到？有看到，他们也用手印。那时候我要去领选票的时候，看到有人用。在你那一页的左右附近就有这种情形的意思。不晓得。不晓得。那你是有人也，因为他是。
到你那个通知单上面通知单，然后去、去换嘛。是这样，在比你前面嘛，一定比你前面才会看到嘛，因为这样是往后翻，对不对？对，往后翻。嗯，有很多数量嘛，蛮多数量用纸。因为我那时候投完我就走了，不是说一直在那边啊。哦。哎，你们先接，先接是吗？喂。等一下，等一下。好了，我现在还在那个、啊、哦，我等一下就完，讲完了我就回去了啦。哦，好，好吧。那当天唱票速度快不快？唱票数也是到，就是比如说这样子，一号一票，二号一票，很快，这样子很快。其实因为308的是人是背对后了。背对着观众，这样就这样，就像你刚刚这样，一号这样子，就没有给人家看了、啊。因为先坐票共通的一个特征是这样。对对对，嗯、哦，没错。喂。308的投票所是背对观众。对对对，然后这样唱票很快。唱到结束都是一直背 对，而且挡住选票，让整体挡住选票，对 对，OK， 都很快了，因为那时候我309开完。你有没有邻居是在308投票所的？这个我不晓得。你不晓得了吗？对，没关系 ，OK。那我们就是监票员，你是民进党监票员，去领票的动作分成一号二号嘛？所以他进去就说哦，你唱票，你监票，你那个他就指定好那主任委员，就指认三个哦，你计票，然后他唱票，然后他那个。照理来说应该是各司其职吧，而且监票员不能碰票啊，不能碰选票、啊。对啊，那就都有碰啊，都有碰。对啊。OK。那礼票什么也有，公投票跟总统票一起开，同时开，确定，同时开，确定。而且我叫纪要说你领多少票，啊花多少票，然后剩下多少空白票，他都不行，黑板是空白的，所以我给他纠正，但是那主任委不理我。主任委员是女生吗？女生，对，她连政治都没写、啊、都没有，所以我今天花了多少票出去，她、啊、领了多少票都没有写，都没有写，要写在黑板啊，对不对？最后都没有公布、啊、都没有啊，都没有写，都没有都没有，都没有，厉害啊、哦、那这样怎么？对，就是跟你讲那个票，而且他为什么要开完票为什么门要关起来，这就是嫌疑了嘛，对不对？你公正的话，你就不用怕门开的让人家进来看嘛，嗯，对不对？而且那个是在最后一间的那一排的投票算是最后一间了，嗯，你知道吗？那都不是老师啊，那就是应该都不是老师，是坐在椅子上那三个嘛，嗯，就是你现在给他票的那三个老师，他们都不吭声嘛，他没办法，对啊，也没有讲说那个啊，就是坐反正坐在那公务员嘛，对，就是像您一样公务员，对啊，就是比较勇敢的公务员，没有啦，因为今天你如果说不这样的话，没有机会了，我讲真的。而且我今天讲的，要战争，我们大家都会上战场，不可能说你们年轻人上，我们不会上。如果到时候需要你站出来，我是最好是不要。一群人，最好很多群，很大群。对，最好是不要。因为其实，因为我们的身份不是说像那个， okay， 好不好？啊，但是已经很难，就已经很很感谢，而且就已经一点来一点就感谢了。人家真的说实在，你看像你这样站出来的人呐、啊，有1500多个，那扁他们说是冰山一角或者个案，我觉得我们看起来很难过，也都同样的。那所以说，下次的选举我们不希望再有这种情形发生，所以我们想说有个计划，就是能募集到大概10000多人的志工团，那就是下次录影哦，下次就是投票的时候，不管是您的录影、案的录影，都是把它拍下来，这样我们国民党或者是泛蓝的才有证据说这次有做票，选举有做。我们志工团是监票。对，那我们或者对啊，他们就是有带摄影机，有在外面有专门在拍的，有没有有专门在拍的？有，因为这次没有，这次很多地方。因为他本来说我们去那时候去。开协调会的时候，我们在那个国民党开协调会，他又跟我们讲说，有相机就带相机。就我们讲说那个啊，后来因为我们那边我觉得很奇怪，为什么要去排队？嗯，因为他一直召唤你，就是有引导。照道理讲是不行，而且我也跟那个你给他写23240这个警员，我有跟他反映过，我说他那个怎么可以穿着背心？哦，一号的背心跟那个，我有跟他讲过。那警察就跟我讲说，是选务人员穿背心，不，还是就是他们在那个选区的范围内就对了，
哦，选区范围内穿蓝，对，穿就是绿，绿的那背心有没有？几乎都是很有五六个在那边穿了、啊。啊，我有跟这个2340这个警民，我跟他讲过。嗯。我说你这样子为什么不去纠正？因为他带着他们的组长进去里面去询问一下他们那个工作人员，就是他们的警员就对了。我有跟他提过这个事情，嗯，啊、他不理我，他说他可能也是民进党的啦，因为他有跟我讲说你希望2号上吗？哦，对，他说那1号还不错，那我就知道你是支持，所以他就没有去纠正那个。他们穿那个换蓝的衣服，啊、换绿的衣服。嗯，你看那天选举就每个地方都有了，有戴帽子的，也有戴那个穿衣服，就像那个台中县那个什么嘉义市，对不对？市长夫人一样嘛，就穿着这样子。对，照在贤爸法里面是不行的，真的。嗯。但他还有。问完你们还有什么？那当天的情况差不多这样。就这样可以啊。对。因为我们之后会的，就是肯定会发起大家加入自工，那就说如果就大哥您身边有什么好亲朋好友的话，就希望你可以一起加入，然后一起加入这个监票行列。因为年底也要有一个立委选举，有事情。对，还有一些。有啦，像我刚打给那个我朋友，他们就是都很热心的，对这个国家、对这个社会，他平常就是说有去做义工的，嗯，都不。没有任劳任怨的啦，就是你里长找他或怎样，他就一定会去帮你做，可以做得很好，不会说让你们说有后顾之忧了。嗯，那就是说，可不可以就大哥之后我们就再跟你联络，然后就是说希望你就是也号召一些亲，你本身没办法加入是没关系，就是你帮我们号召一些亲朋好友一起加入我们的志工行列，这样就把我们的资料留给他们也没关系。然后他们如果有那个就是。发现选举或者是问题，对，我再回去问他们嘛。反正他们就是因为都，因为今天我讲真的啦，就是说国民党今天也不积极的。对，你看，既然有43个票会没有派人的话，那就真的是四百，四百七十三，对不对？都没有派人，那你今天就好像说没有希望了嘛，就没有给他。被多劳，被做掉也不知道。对啊，就被做掉，这就真的是被做掉啊。大意是真的。对，觉得其实应该不是说不抱抱着希望，是太有希望，觉得自己一定赢。本以为稳上。那本来就是以那个地下赌盘来讲，他们票数是本来就是在领先的嘛。嗯。只是说他隔天前一天的那个枪击案。就是枪击案。而且在各地这样子。串流就是说啊，都是中共派人来暗杀台湾的总统嘛，就这样子。让比如说有个中间选民，他本来投2号的，他听到这样，他也不要投你投。那大哥，您对那种枪击案有没有一些情报资料这样子？情报现在是哎呀，各太复杂了啦。如果以我们的经验专业来讲，是不是真的？不是真的啦。你看嘛，那天那个，如果是一般的，我们来看国际的枪战，总统被枪杀，对，都是。安全人员一定是蹲下去把总统压下去保护他嘛，你看雷根然后是甘乃迪，对不对？他们几乎都是安全人员都全部包住，就算已经挂了也是包，对啊，一定把他按住嘛，因为保你的主人啊，对不对？那个一定是保护啊。第二个，你安侍卫长坐在前面，既然那一颗子弹你都没有什么表情，还坐在车子上，这不是很假吗？对，我们不要说打哪里啦，齁，就是说你像坐在最前面的第一个，你是指挥官嘛，侍卫长等于指挥官嘛，对，打过来那个玻璃破掉，你就要马上站起来有一个动作了，就是说马上停下来什么都没有啊，对不对？而且你说今天放轰炮，他说前面那个因为要改道，是因为前面有轰炮，你今天他前面开倒车，警察是干嘛的？安全那种不可能嘛，有史以来前几面说前面有轰炮就改道，大哥对这方面比较清楚，因为对呀、啊，本来就是你总统开道本来都是在快车道，不可能到慢车道，那就是他们设计的一个旗在那边，嗯，对不对？那还有说停下来，对不对？这个都讲交代不过去啊，讲真的交代不过去。嗯，那在你的圈子里面有没有人有听过我或听说有关这次枪击案有那种比较多内情？有没有认识一些台南？对一些警察，他们都不愿意表明，因为讲出去大家都在杀到的风口。不是的，是最尽量是不要讲，就可能跟自己本身。啊、OK，
不过我们这边是一个研究机构啦，那今天的输跟赢不是我们要的。对，我们不是说输赢输不起的问题，不是说，只是说你今天做的很不是。还原真相。你看人民都不能够原谅你。对。对对，你今天你要做，那变成以后你们像学生，我作弊我可以拿书本来抄嘛，总统都可以作弊，为什么不能作弊？嗯。对对，啊以后变成选举大家就不公了嘛，不管做什么事都不公了，就变成我喜欢怎么做我就可以，因为我们总统都这样做，为什么大家都不能这样子？变成会造成社会上很多人会负面的那种效果，对，不好啦。嗯，你先当一个领袖就要有一个格调，对，对不对？要有一个总统格，然后你讲话就是算要负责，对，然后做什么事情要有分寸，不是说我今天爱怎么讲就怎么讲，对不对？你像他老婆讲说股票，那陈友好像是要跳就跳，对不对？哎、欸，你是皇帝的夫人，你要劝你的子民说，不要自杀。哦，我们会派人，或者说你去寻正常的管道去，他会帮你解决一些问题，对不对？你应该这样讲啊，这样讲人家大众才会说，哦，这个总统夫人、第一夫人是真的很难。你这样讲，说要跳就跳，难怪自杀的人那么多，对不对？没错。真的啊，你变成就是说你意气用事嘛，啊，你明明有拿，你还说没有拿。对对，像真的是以后我们的社会要怎么去教育？对，而且现在你看每天都在那边报的话，小孩子学习力、模仿力是最快，尤其像你们这个年纪的，对对对，对不对？我们这个还好，我们这边还稍微长大一点，对啊、因为现在还没像国中生那样，有没有？刚刚在变形的，那时候国中高中生刚变形，这个中间他如果说像你这种情况，他马上就捏印在他心里面，他说你看大家都可以这样，我也可以，大家都这样搞，对啊，那以后这个社会就变成。对对，没有治安了嘛。嗯。我高兴怎样我就怎样了。对对对。对。嗯，可以。对，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说，你凶手，你又稍微要，他一就开始要去抓，这么多安全人员在那边，他既然抓不到凶手，不可能。而且你发射的枪弹在哪里？那，你这边说有烟的地方看不到，你最起码其他地方有看到发射什么，他们一定有这种，像宪兵便衣的这。一定都看得到嘛？为什么没有？对，就是说，应该这样出去巡的话，是让拜票扫街的话，应该会有便衣混在的。本来就有啦，本来自古以来到现在，应该会有任何一个国家都一样。对啊，所以说。对，而且你是穿黄单衣，你在群众里面一定是穿黄单衣，不可能说没有穿。为什么他那天不穿？嗯、而且总统、副总统又两个都在车上，这个是不可能的。在国际上来讲，人家也是不认同说。从来没有一个国家是死亡总统副总统坐在一部车上的，没有，一定是分开的。哦，比如说你先走五分钟，我在后面跟来五分钟。你看我们以前都是这样的。不过阿扁他这边要坐的不漂亮。总统这四年来就是常常都这样，像去阿里山坐小火车也是一起坐隔壁转，然后游艇也是一起坐同一艘。他其实都不在怕，可是他竟然会在。这么多次可以暗杀他的机会，他竟然会在选举前一天被枪杀，这就是我们觉得很好奇的地方。所以他们讲的是李先生的设计的，李登辉，他设计，跟他讲的一样，他说一本日本小说嘛，啊，就暗杀陈水扁，对，胡宗信，对，那剧情一模一样嘛，一模一样，可是是炸弹了，对，因为他也就是说要选总统，怕选不上，所以他是布了这个局嘛。跟那个一模一样嘛，剧情都一样，下午一样对不对？你应该知道有看到，对啊，那个暗杀陈水扁，对，暗杀陈水扁，我们都有看。我就说陈水扁想不出这种东西，一定是李登辉。李登辉嘛，因为李登辉是日本走狗啊，对不对？人家说他的身份，他不承认你中华民国，你今天领的那个终身俸是领谁的钱？对啊，领我们中华民国的薪水，就不要给他啦，新台币嘛，对不对？这是第一个，然、啊、后第二个，你一天到晚说我是客家人，一下我是日本人，啊，你到底是哪一国的人？对对 ，OK， 那余先生就蛮谢谢你接受我们的访问，还有什么东西你要补充？没有，这样就差不多了。现在，哎，老师也要走，就这样了。然后老师，等一下我们有老师回来，然后。哎，老师在旁，老师在上厕所。那我们继续聊别的。我要看，先看一下。哦，这是我们一个很，也许你在电视上有看过，这是我们一个很勇敢的选民去拍的片子。那我们有做一些整理，就让你们比较方便看得清楚。